我可以向你验证他的身份。你怎么又出现了？我看了你桌上所有的东西，看得懂吗你？他在帮他们从海里拿我的东西。不对，确切的说，是我帮助他和他们去海里拿你的东西。你会遭天谴的。 也海，这就是对你们的惩罚。发现了大油田，厉不厉害？太厉害了！那个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咱们先回去吧。 别啊，那个海豚湾确实是没场次了。那你看，咱俩来都来了，要不再看看有什么其他别的能看的？啊，怎么还不上菜？